有一场戏是我跌下龙沟，就畏畏缩缩害害怕怕这样，因为 我很怕导演捉弄我，要我自己跳下去。因为其实那个安全措施还做得还蛮好的，就是有那个船路，然后也是有替身在场，然后也是有那个武术指导在场，所以那些安全措施其实都做得很好。然后我记得我就还带了那场戏，我还特地带了一张椅子，因为我觉得不是我自己上阵吗，是人家掉下龙沟啊，所以我就坐椅子舒舒服服的在旁边看戏就好了。然后我记得我一坐下来，导演就说哎，你干嘛坐啊，到你了。我就哈，为什么到我，不是替身自己掉吗？然后我还啊，哦，可能是要带大头，所以 还没有掉下去的时候。可是每次时不时我都还没有坐暖那个椅子呢，导演就会 OK 好，来，到你了。我就会害怕一下。然后我记得导演还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你干嘛那么怕，你是不是因为没有请我们喝茶水，你怕我叫你自己上阵啊。然后我就哎呀 OK 啦，好啦，我还记得那一场戏，而且那场戏好像是我最后一场戏，我就哎 OK OK 好好，来来买茶水给大家喝。对对，那个印象还蛮深刻的。可是还好导演很疼我，他没有叫我真的上场，而且我的替身真的很专业，把我跌得很漂亮，很有震撼力。对，请大家记得收看995周一至周五9点正8频道。